T33A 型喷射双座教练机，主要担任高级飞行教练，并可兼任对地面、海面目标攻击作战及拖靶任务，以及加装反电子装备，执行反电子作战任务，并可按战时情况需要加装50机枪两挺，即分别携带下列弹药：5英寸火箭4枚，或2.75英寸火箭8枚，500磅通用弹2枚。